祝贺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正式开播，我系欧哲航，资讯汇聚，品享生活，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。大家好，我是导演谭颖，祝国乐漫谈栏目越办越好，节目大受欢迎，收听率节节攀升。我来自广州的陈丹河，祝贺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顺利开播，祝节目大受欢迎，越办越好，收听率节节攀升，信息汇聚，品享生活，精彩纷呈，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。祝贺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顺利精彩正式全新开播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广东广东省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卢俊宇，资讯汇聚，品享生活，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 win。 大家好，值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开播之际，衷心祝福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事业蒸蒸日上，收听节节高升。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旅游节目主持人世圭，恭喜恭喜。值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开播之际，衷心祝福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事业蒸蒸日上，收听节节升高。我是口水威林以静，资讯汇聚，品享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怡邦瑞文，在这里热烈祝贺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顺利开播。透过这个平台，大家可以看到最新鲜的资讯，尤其是就是广泛关注着我们祖国发展的朋友，一定一定要黐住我们的中文电台了。在这里也祝愿我们的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节目可以越做越好，收听率也都节节攀升，恭喜恭喜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蔡文耀，很开心听到美国中文电台的粤语台正式开播，为我们湾区的华文传媒增添新的力量，也都希望为各位听众提供更多有益有用的资讯，恭喜恭喜。祝贺美国电台粤语台开台大吉，节目粉丝多，广告日日增，恭喜恭喜。